大家好，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，那么请大家静坐一下。请大家轻轻柔柔的闭上眼睛，眼睛微张。上下眼皮轻轻的碰触，睫毛轻轻的相触，感觉自己现在正在坐着休息，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，那么轻松舒服。现在是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，我们可以舒舒服服的坐。接着，我们一起来观察一遍全身的肌肉，从头顶到脚底，哪里紧绷？不舒服，我们就来调整调整。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，额头放松，眉头也跟着放松，眉间的肌肉通通都放松，鼻子、嘴巴、两边的脸颊都感到放轻松，颈部、两侧肩膀、两只手、手臂、手腕、手掌、手指头，完全放轻松，胸部、腹部也跟着放轻松。背部也刚刚好的挺直，没有太直，也没有太松。腰部也放松，两只脚、大腿、小腿，直到我们十只脚趾头，完全都放轻松。如果我们调整身体，调得恰如其分的话，就会感觉好像自己正在穿着柔软的衣服一般。接着，我们来假设看看，我们体内是空心的，也就像一个空心的透明管子一样，里面都没有任何内脏。当我们这样想象的时候，会感觉身体变得更轻。呼吸的时候感觉更顺畅。接着我们来深呼吸，两三下，增加我们身心的舒服感。试试看又深又长的吸气，然后再慢慢的吐气。再一次深深的吸气，
然后再慢慢的吐气。当吸气的时候，我们感觉我们把来自大自然的正能量，那些轻松宁静的感觉，把它吸收进来，到体内的每一个细胞，让每一个细胞都感到轻松、舒服。当吐气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内在的紧张、所有的压迫感都排出来，让体内只剩下的细腻的感觉。然后我们来试着想一想，现在自己在山顶里，一个人坐着休息，周遭都没有任何人、事物。好像在世界上只有自己一个人正在坐着休息。这个空间像是我们的空间，既然在这个空间只剩下自己一个人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念头、挂碍暂时放下。当身体放松，心中放下，我们居然偶然会感觉到放松的感觉，感觉舒舒服服，สบายสบาย。接着，我们可以把心轻轻柔柔安放在舒服点上。虽然我们知道了身体的中央的中央处是心意的家，不过如果我们整天还没有准备好自己的心，如果直接把心安放在身体的中央处，可能会发生一些勉强的感觉。那么现在我们就先把心安放在舒服点上。每一个人的舒服点可能不一样，有的人舒服点是在身体外面，有的人舒服点是在身体里面的某一个部位，有的人身体的中央处就是舒服点，哪里感觉轻松舒服，没有勉强的，我们就先把自己的心轻轻、柔柔的安放在那个地方上，然后就维持舒舒服服、
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แต่感觉心越静越定，舒服感就越来越增加。心越静越定，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แต่感觉就会扩张扩大。我们就维持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สันติสบายสินดีสบายสบาย维持舒舒服服，一直觉知正念，不管打坐的经验是怎么样，我们就感觉满足，感觉感恩，然后就让它持续下去。现在，请大家轻轻松松、舒舒服服，各自练习一下。
宁静、轻松、舒服。接着，我们一起来发慈悲心，给一切众生。我们只要轻轻的动念，我们的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的扩张、扩大，能够笼罩我们的身体。再扩张、扩大，能够笼罩我们整个家庭；再扩大到全世界、整个宇宙、无数无量的宇宙，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。那个众生正在受苦，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；那个众生正在快乐，我们就愿他们更快乐。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，如同胞一样。接着，我们就为自己祈愿。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法身的家庭，有清净的身口意，众生行善，一点恶业都不要去造。愿我们只交善友，没有交任何损友，远离一切恶人。愿我们。色身财、钱财、能力财圆满，方便修功德波罗蜜。愿我们身体健康、长寿、智慧增长，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。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供养给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，每一尊辟支佛，每一尊阿罗汉，供养给我们每一位法身法门导师。有龙普祖师、龙婆ธรรมชโย、法圣师父、长老奶奶等等恩师。接着，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。以及已经过世的亲戚朋友，也把功德回向给我们曾经冒犯的众生。然后就请大家各自发为善的愿。
สัพเพพุทธาปะละปัตตาปะเจกานันจะยังพลังอะระหันตานันจะเตเชนะรักขังพันธามิสัพพโสสัพพพุทธ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พพธัมม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พพสังฆ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ทธาโสทีภะวันตุเต请大家以最法喜的心互相随喜功德，萨图。昨天是大佛日，也是僧团结束安居，寓安居了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就到这个我们佛教徒很期待。就是可以供养功德衣，这个还有1个月的时间，特别是今年泰国法政寺法胜师父很慈悲，举办供养全泰国3万所个寺院。前2个礼拜，龙屁继续讲了关于这个供养功德衣，让我们可以获得5种，至少获得5种功德利益。前讲了两个功德利益。今天龙必会继续讲第三个功德利益呢。龙必先分享这个简报。哦，龙必写错。前2个礼拜，龙必有讲了第一个，供养功德衣有所产生的5种特殊功德利益，今天会进行讲第二个。第二个就是让我们当功德产生善果，让我们拥有整齐漂亮、庄严的衣服。每个时代我们人呢，因为透过衣服，就让我们长得更庄严。那所以，如果我们有机会获得比较干净、比较精致的衣服，就让我们呢穿了感觉更庄严。那我们到这个哪里去，就对自己有信心。在我们有供养这个功德的一部分，也会让我们能够获得精致的衣服。在经典有讲到一个家庭，那个家庭有妈妈跟儿子。有一天，儿子他希望他可以到外面去玩，他就跟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想得到比较精致的衣服，妈妈可以给我吗？”妈妈就把衣服给他，他穿穿看，他就觉得好像还不够精致啊，有没有更好的这个衣服？妈妈就给他第一件、第二件。最后，他也没有满意。妈妈就说：“在我的家，这个是最精致的衣服了。如果你还不满意，你就要出去外面找了。”儿子也是，好吧，跟妈妈讲好吧。然后他就出去，要到外面寻找。妈妈也很可爱的祝福他：“希望你可以当我们国家的国王啊。”因为可以当国王，你就可以得到你理想的精致的衣服啊。那个儿子也讲，好吧，谢谢妈妈的祝福。然后他走到一段路，就到一个公园，感觉有一点累，就在那个公园休息一下。刚好那个时候国家的国王刚往生。所以大臣就准备找新的国王，因为国王只有女儿，他就希望要找我们全国哪一位功德比较圆满，能够当我们的国王。他的方法，大臣选什么方法？他选的方法就是用一个马车，然后就把这个马车放走，希望如果马车跑到哪个人。然后在哪个人停下来，表示那个人功德比较圆满，能够当我们国家的国王。
马车就往这个成都的门口跑到外面，然后跑到一个公园，就是那个男生休息的那个公园呢。马车就绕着那个男生休息的地方绕着三圈，绕着跑了三圈，就在他的旁边呢停下来。大臣就来看哦，这个男生来看他的脚纹，就发现那个男生的脚纹呢很特别，表现透过这个脚纹就知道这个男生的福报啊很大，能够当左轮圣王。这个大臣就让士兵开始演奏音乐了，要叫醒这个男生。男生醒过来，就没有紧张，就静静地问：“你们要什么事情？要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？”大臣就说：“因为我们的国王啊，刚往生了，我们要请您当我们的国王。”那个男生就说：“好吧。”那然后大臣呢，就准备这个国王的衣服给他。他穿穿看，就觉得不够精致，就跟大臣说：“有没有比这件衣服更精致的衣服？”大臣就说：“没有了，连我们的国王也穿这件衣服。”所以这个男生就说：“大臣，请你给我一个器皿，装水的器皿。”当大臣准备那个器皿给他了，他就把那个器皿的水呀，含在口里面一口，然后就漱口喷出来，因为他的功德，当他喷出来，那个地方就出现了，立刻出现了一个结婆树。这个结婆树就很特别，这个树就是如果人在树里面下面祈愿，就可以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。他就到那个结婆树下面祈愿，愿我们可以得到很精致的衣服，那他就可以穿他理想的衣服了。然后他就说，跟个大臣说，帮我公布，那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国家的女生不用做衣服了。如果想获得精致的衣服，可以在这个结婆树下面发愿祈愿。所以因为国王的福报，从那天开始，国家的女生就不用做衣服了。可以在结婆树下面祈愿，然后当他登记当国家的国王啊，救国王的女儿就当他的皇后，皇后就当他的上级是说，国王啊，你因为前世累积的功德，让你今生能够当做国王，所以希望你不要放逸的过生活，你应该趁着当国王的机会累积新的功德。国王也听皇后的话，就说：“好吧，那你帮我恭请一下圣人。那个皇后她的方法恭请这么重去恭请，她就一天面向东方祈愿。如果这个方向有这个有阿罗汉，请阿罗汉来我的国家。”第二天就面向在这个西部西方说，如果这个西方有阿罗汉，恭请阿罗汉来我们的国家。就还没有，因为东方跟西方还没有。第三天，王后就把脸面向北方祈愿，如果这个方向有阿罗汉，请来我们的国家当我们的大福田，接受我们的布施。刚好那个北方有五百辟支佛，辟支佛五百辟支佛尊就来国家，皇后跟国王就有机会修功德。所以修大的功德，他两位在我们的世界牟尼佛时代这两位就当男生就当大角色尊者，
在佛陀时代，当佛入灭，就可以当这个僧团的主席，做这个三藏所以我们有机会供养功德衣，所以就会让我们得到精致的衣服。今天龙屁先讲到这里，下个礼拜龙屁再继续讲。今天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长寿，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。祝福大家晚安。